今天啊，爬了趟山啊，刚爬山下来啊，咱们又来到了这个房屋管家这个地方啊。他们家上次呢，我拍了一下他们家安装那个燃气壁挂楼的情况，咱过来再采访采访吧。老师好啊，在忙活啥了你这是？没事，接个监控。啊，接个监控啊，你这小房子真好。你这个叫什么房子？阳光房吗？叫什么房？不叫阳光房，叫那个凉亭。凉亭啊，真好。这是办公的地方了，对，将来啊，对，夏天办公的地方啊，哎，能不能是让我看看您家那个装了这个什么以后参观参观吧？好，咱们一块参观参观，大哥怎么样？上刘老板家，哎呦，大白菜这里是凉快是吧？可以放个菜，这您的，哎呦，室内，这有这是一家中介，有二手房买卖流程，啊，这是这么一个情况啊。沙发啊，这个就靠这个板儿，这个板儿，多大？这个是10片，10片是吧？1.8米。对，你这上次问你这是2000多？2000块钱吧。2000块钱的。对，哦，温度，你平常晚上在这住吗？住。温度能达到多少度啊？能达到烧60，能达到22度。哦，烧60，22度啊。哦，那你现在你一天要烧到多少气呢？现在不冷，一天就是在6-7个。哦，6-7个气。对，白天不怎么烧吧？对，白天基本反正室内一定温度，温度高了它就不烧了。哦，咱再看看啊，看看你们家确实改造了以后特别漂亮啊。对，哎呀，这是个餐厅啊，这家庭餐厅啊，还有保险柜，哎呀，还有酒啊，不得了，是什么酒啊？这是。是不是那咱那个，是不是咱们那个台一壶的酒啊？对。啊，台一壶的酒啊。对。这酒多少钱一瓶啊？不知道，朋友给的。啊，朋友给的啊。对。你朋友遍天下呀。对。哦，在参观这有一个大的。对，这也我挂个大的。也是2000。哎，也2000。也2000啊。哦，你看你们家热的，你还把窗户都打开了。对，天天早。开窗通风。哦，你看，你姐这个屋子，你看看，已经布置好了。我们上来的时候，冰箱还没放这儿呢。哎，壁挂炉在这儿呢。壁挂炉在这儿呢啊。啊。哎，你这个纱窗也挺有意思啊，可以上下。改成往外开了吧。啊。那个位置合适。原先往里头开，开四门，完了就改了。啊，你烧的是42度是吧？现在它到60度就停。啊，60度就停。60度停。到60度停，这回水温度42。啊，回水温度42啊。哦，温度。对，我设到60。设到60。其实是一个道理啊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家里的鱼。烧的时候，它刚热，烧时间短了就停了。对。你设的低的时候，它以为总烧太老了。老着。这是一个道理，没对多不多点，但是你定的高会热一些。啊，你的意思设置高比较合理。哎，对，其实高点行，你烧一会儿到温度它就停了嘛。啊。你设的低的，你得多烧，时间也长。那不是太热了怎么办呢？那你就调呗。这个可以随时随地调啊，可以调是吧？你想要多高？对对对，我这有一个是温度的一个东西，那个表，我就搁这个调啊。你看都开着装吗？我就搁这个设啊，用这个来设。丹顶，现在我这室内温度是21.7度，这不啊？那你设的22。我就说你设到那边设到60度，那边设到60。60度啊，你调这个。调这个室内温度我设到22度，现在你看这21.7啊。那他那里这里温度那里烧到了，那里也烧了是吧？对，这个要主要是要不够这个温度，它就烧。哎，到了温度就。你怎么能遥控控制那边吗？能，这个能遥控控制那边。哦，这个东西还先进呢。接了一个这个，它原先本机不带，它单独接一个这个。哦，那咱也买个那个去。就安那个壁挂炉那个就有，他就给接这个。哦，那行，我们还没买这个呢。这样的一设的话，你就是属于室内温度嘛。现在室内温度，我这个屋这个观察是21.7。21.7啊。嗯，那你足够用了，在这地方足够用了。可以了，那可以了。嗯，真好，你这房子这么装修的一下太漂亮了。太热了也不舒服，太热了。对。温度也这么宽。嗯，完了安个这个暖气片还有好处，冬天洗衣服搭上就干。哈哈哈！对。办公室不我就原来是通地，我给它可以拆了接。也可以接，是吧？但是没有这个暖气片热的好。不，他就说不要地暖了，就像你这样啊，可以不要了。那就是说能自己能接吗？能接，能可以，没问题。不用暖气片，不用暖气片，反而效果好是吧？效果底下只能烧到15-6度。啊，对，我烧过了。你看我现在温度里头就21.6度，就22度呢，就。大哥，你们家也是有壁挂炉吗？你家有在那。有你家烧起来才11、
十六度。地暖也顶多十六度。哦，那烧的不行是吧？烧的十六度那就不行。嗯，十六度有点凉。我这已经摸热了吧？你看最起码的现在温度是在里头了，是。哎，地下太慢了。哦，地下有点慢是吧？地下光热，人家就那个楼板了。左右邻居都烧还可以，就你一家烧不如这个。啊，用这个板子啊，这个板子是好板子，叫铜铝什么板是吧？对对。这个板贵。对。哎呀，你家这个看看咱散热效果要好，咱可以了解一下你家这个啊，叫做房屋这个住宅房屋收取总交易额的 1.5 的单方收取，只收取一家的是吧？对。商铺是收取交易额的1%，对。然后出租房屋是每套收取500元，对。然后代办过户也是500元，其实都是500元啊。代办贷款也是500元，办理房屋入住有关手续收费200元。你就那个管吧。啊，这是这家公司的经营情况，还有营业执照啊，个体工商户。对，在这搞个房屋中介也蛮好的。就他一入的那个地方截断，他重新给你改成暖气片就行了。还是这个效果好，这个要比那个低热的效果好得多多了。对，大姐大哥，你们家也改改吧。看看这样的话就你们就不用回北京了是吧，在这过冬多好啊。石老板给我把房子卖了呢。房子卖了。行，你不想住了？不想住。那你先回德国去。哎呀，开玩笑，我知道肯定舍不得卖呀。挺好，这家里多好啊。确实这一弄哎呀太棒了，这一楼能搞个这样子的，我们家那一楼倒是也搞个这样子的架子就好了啊，也搞个房屋。做一个活那个啥来瓶也行。啊，你这个整个花多少钱啊？这个2万多。啊，2万多整个。啊，不包括这底下的这些，不这凉亭的。光是凉亭2万多。哦，就在咱乳山当地做的吗？有做的是吧？怎么样？今年生意怎么样？一般。这两年疫情都不太好。哦，不太好。房子今年价格比较低。哦，价格比较低。啊、比18年那时候一套房子都低一个5-6万、7-8万。哦，低那么多啊！18年最贵的时候是吧？对呀、啊，这两年疫情嘛，就价格降下来了嘛。哦、要是过了疫情或高铁通了，我感觉会上来一点，哦、但是。哦，具体能涨多少不敢说啊、哦，不敢说啊、哦。对，现在谁都没谱，肯定不会这么低。对对对，今年价格特别低。对，现在是最低最低。买房子这时候好，买房子可千万别卖，卖太多了。不能卖。对。好，谢谢大哥。没事。好嘞，哎，有事过来啊。好嘞。好哦，你家弄得真漂亮，这个啊，在外面再看一眼啊，看看这个环境，这小院搞的。他们家特别好啊，外面还弄了一些这个座椅板凳，然后呢可以这个夏天的时候呢，这业主在这乘个凉啊，聊个天啊，挺热闹的，挺好的。你这投入也花了不少钱吧？3-4千块钱。啊，4000块钱弄这么多椅座椅板凳。对，为大家服务了。好，谢谢啊。哎哎。